部队就是为了这个目标，我所有的科目都是第一。为什么没有我？部队需要的是最优秀的士兵，但不是一个杀人的机器。我还能做的就是让现在成为过往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往，越想忘记，就会记得越深。准备行动，三。 为什么当兵？变强。名字？阎婆月。秦娜、队列、器械、战马，没他一个整的明白。总得有人拿第一。混蛋！我的部队就是为了这个目标，我所有的科目都是第一。为什么没有我？为什么？你觉得为什么？部队需要的是最优秀的士兵。 是一个杀人的机器，强烈的欲望让他忽视了身边的人和事。看到了别人，还没认清自己，认清了你自己，才能真正的走出来。这个训练是感情。 你是个死男，你要想得到自己的胜利，十万，五大十万。都跟我成为伤痕，我还能做的，就是让现在成为过往，无论悲喜。 炒肉片，报告，都不会。除了吃奶，什么是生出来就会的？啊、兵中之王的圣地，我唯一的目标。梦想很伟大。是，把人给放了，除非你们走。燕破月的个人能力确实很强，在未来很有可能成为我们猎豹的一把利剑，但是作为利剑。 就必须经历更加严格的淬炼。走，孩子们！我就是要让他体会战友的珍贵，只有这样，他才能真正的成长。从容面对，才能真正的勇敢。